不要证明什么，就是比赛嘛，赢了就是赢了，输了就是输了，所以王牌麻辣教师一定票房长虹。耶、yeah!等到他们开始拍电影的时候，我只能演校工了。很好，你有没有演？我还是没演到，还是没有演，因为都被优秀的演员抢走了。所以我还是来这边观摩一下。如果他们看票房破亿，一定会拍第二集。哦，对，拍第二集，我就等第二集。速，麻辣鲜师王牌出击，票房破亿。曾子瑜在后面就很紧张，不是因为我刚刚想要讲的已经被大天讲完了，我也本来想说不要紧啊，你就当作在刚刚顺那个话题，你就是年轻的小五哥，因为你是演校工嘛，那我就第二集我就演学生嘛，如果票房继续更好，第三集我可以一直演下去，没错，我就可以没想找到话讲的，好险好险，哎，我也要讲一下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也是从小看这部戏的，从小。真的从小，他真的，我可以证实啊，真的好，没错没错。然后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去这个，既然是都是好朋友一起演戏，我们一定要支持啊，票房大卖，大卖大卖。